他要燃院玛瑙块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有几个呀？这我这也不够啊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只能和四个。5秒。他只要三个。啊。天宫螳螂，这把我操他妈，这啥玩意儿？炼金男爵中单啊，不像个人了。咱能不能别老整那些瑞饼了？炼金男爵这种东西，这那那的整去中单上单的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先抓狗头人，梦魇啥也。这波拉野，说句实话，也是傻逼啊，兄弟们，别学我啊。我想 W 打两个。没事儿。先赶开一波狗头人，先把他闪给他打了。不用了，给他打死了。你怎么伤害那么低？还有意外收获，哎呦，你还能打过我了吗？给我吧。塞拉西想回家，啊啊！您可真逗。看看我呀，我操了，你能不能行了？哎呀，我操，我他妈要气死了。哎呀，这个瞎逼。我上路再去一波。别吓唬他，我来了。不要
呢？小饼干就小饼干吧，没办法。我们家中单是瞎的。而且他选那个破玩意儿屁用都没有。小饼干就小饼干吧，没办法。我这个样子根本升不到六，升六进化口直接过去杀梦眼儿。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，去野区找梦眼儿。先打先攻。下路试试。咦，这个水系沙米拉在这里干嘛？打不灵，无敌了。打个龙吧。你看我给他补他都补不着，你看到吗？这种你就别给，没什么好给，你给他他也补不着，浪费，浪费资源。我现在开始要有点忙了，首先我得去先打个蟹，其次我得去野区这个打个红，再杀个梦眼儿，完事我还得去上路杀个狗头人，我还得去打个峡谷先锋。我这个事儿啊有点多。多忙，帮你卡波兵线，帮你吃个塔皮吧。这我给你补你都补不着。往右边点来，找一找那小狗。
是我愿尽快离开，我替他继续为的。什么意思？梦魇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是什么意思？塞拉西有点东西啊，但东西不多，回点血来。我操！家了，老有钱了，这太有钱了。帮我把那牛又转一下吧。对，对，不嫌没事儿。下午需要吃点东西，要不然我昨天白练了。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第一天锻炼，第二天体重没长。还是地狱，100块。飞中了，等一会儿看能等到人不？不用拿筷子，队友呢？我飞。
打个信封吧，也没东西打。来一波正方形打野，谁敢吹波扣？走回家，正方形打野刷完一圈了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正好刷完一圈，这一圈下来，野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被我一个人全吃了。我们尾行，我操，小伙子！救命！吃点牛肉。来个挖抓扣，他们绝对不会看。这100块钱杀他吗？杀吧！我操，值钱了！先攻就150，我们老有钱了，这给了700来块。哎呦我，还有意外收获。
没蓝了呀，去回去回点蓝。好像游戏结束了，不用回了。西装妹有点好啊，快点结束了，我吃点牛肉。